想的太多。杯中甘苦盈满大家的笑容，远方再没心却诉不出，梦里都是我们欢聚在老屋。当泪在眼中破土，唱那我读懂了家的温度，小小树彼此换笔一壶，记忆参天暗夜更深地哭，安慰在眼中破土，跟你说个事儿，说，我想给你借点钱。我的，哟，小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，我没事找我大姐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这天天给他们团拉活，快成他们团人了。是，快成我们团的了。那没事，那你们先忙吧，我回头再说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走什么呀？都不是外人。谷子他想借点钱。哟，小哥，你这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没有，没有困难，没有，没有困难，你借钱干什么？哎呀，说吧，没事儿。我打算去深圳创业。去深圳创业？嗯。哎，大姐，去深圳闯闯挺好的，是不是大姐夫啊？那我小哥年轻力壮的，挺好的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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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好什么好啊？爸妈知道吗？那他们能同意吗？他们都同意，我都说过了。你要借多少？借三万。三万有这么多吗？差一点，没事，那就回头再说。哎，小哥，没事儿，还有我呢。那这样，姐夫，咱两家一家一半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对，可以，一家一半。这不合适。跟住，你刚挣一点钱，你别胡。怎么不合适啊？我不是你妹夫。哎呀，行了，虎子，听我，你就别说了。哎，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一家一半。对，我先去排练了。哎，那你们先忙。行，啊，姐夫，你先忙。哎，跟住啊。好，吃了。小哥去趟深圳，用点钱，我答应借他了。那借多少啊？一万五。一万五？咱家一共多少钱呢？他借一万五？不是，那小哥的事儿咱也不能往后做呀。不是，那就算是亲哥，也不能给咱家清仓啊。行，我跟你说了吧，我看见兰心姐了。啊？她回来了？啊。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他跟一男的。男的？那不会是兰心姐又找了一个吧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没看错吧？哎呀，我倒希望我看错了。问题是没有啊，看得真真的。哎，那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
那小哥咋办呢？小哥现在还不知道这事儿呢。我跟大姐夫商量好了，把钱借给他，让他去深圳。他俩见不上面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那能行吗？纸也包不住火呀。所以呀，得让他赶紧去深圳呐。哎呀，但愿他去个一年两年的，这事儿能过去。 那行，那你什么时候把人送钱去啊？我跟大姐夫一块儿去吧，这几天都是剧团的活儿，我且得往他们那儿跑呢。你们想瞒虎子瞒多久？不瞒着，怎么跟虎子说？反正我账不开这个嘴。你们想要瞒一辈子呀？凤，你听我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让虎子去深圳，也许这事儿就过去了。 兰心姐，哎，兰心姐，哎，快看，谁来了？快看，兰心姐回来了。兰心姐，我可想你了。对呀，我们想死你了。我也挺想你们的。兰心姐，可上回来了，啊，怎么一走就两年多啊？是有点长。这两年过得怎么样啊？平时也没个消息。过得挺好的。啊，好呀好。哎，兰心姐啊，这一次回来有事吗？我找杨队，他在吗？他在办公室。 哦，行，那小张，你把车椅东西给我拿出来。好的。哎，兰心姐，这位是？哎呀，这是我同事张铁。同事啊，没有其他别的身份啊？<笑>想太多了吧？那一会儿聊，好，我先去找杨队啊。好，回家了，找我啊。行，先回去工作吧。啊，来里边请。哎呀，不能给假了。你说这车队上有好几个都辞职的，哪有人了？ 我说不给假就不给假，这，哎呀，真烂摊子事儿，成天的没完没了。进来，杨队，不是你什么事儿？哟，兰心的，不是乃这不是把你追来了？好久不见了，杨队。可不是嘛，这我说，说的是。哎，这位是？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事张铁，叫他小张就行了。哦，你好，杨队，总听兰心姐提醒你。嗯，你好，这是一点心意。 快点送您的，客气什么呀？来，快坐。哎，你在这杵着干什么呀？你快倒茶呀！来来来，兰心，在外边怎么样？还挺好的。你看你这气色就不错，比在车队那时候好多了。是吗？<笑>
想好了，想好了，走。也行啊，这树挪死人挪活，你这以后要发财了，可别把我忘了啊！我要真发财了，我就回来投资你，给你弄一个运动队。怎么着？我听这意思啊，是要给我手底下当队员呢？ 你想得美！我这级别只能给你当老板。虎子，啊，说句心里话啊，你这一走啊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这临江跟深圳有几千公里远呢，以后真的就是天各一方了。你啥时候变得？ 婆婆妈妈了啊！哎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啊，你这临走前不跟兰心姐告个别啊？这深圳可不是江州，你这一去啊，就真的远了，没这个必要。 好事儿，真是大好事儿啊！兰心呐，如果这事儿成了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您别那么客气，我也高兴啊。哎，你别站着，快带小张到车队转转。还有啥好了解的呀？咱车队的情况，兰心姐不一清二楚啊。哎，这是合作的事儿，一定要严肃，赶紧的。对，杨队说的对，你带小张去拍点照片，这个流程咱们要认真走。 好嘞，行，哥们儿，你走吧，行，那对，兰心姐，那我就去拍点照片，多拍点啊。好，你一会儿进来。哎，好嘞，好。哎，喝水，喝水。嗯，兰心。啊。你跟郭虎联系过吗？很久没联系了。 走吧，无非顺你殊途同归，几番甘与苦，峰回路转再走一回，浪起浪尽是非，缘来缘走都对，干一杯，一起。
钱我藏起来了，拿出来。不拿。你是用行为是偷盗行为，我现在就可以报警。我拿我男人钱，警察管得着吗？再说了，我男人背着我藏钱，我还想找警察呢。这是我妈给我的钱。你的就是我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不干嘛。 国虎，我说过，你走不了。妈。 出去一趟啊！哎，虎哥，啊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出去逛逛，给亮子买点东西带过去。人家帮了这么大忙，我不能空手去啊。那你去买吧，顾你得早点回来呀。哎，我马上回来，走了。哎，欣姐，这不错呀。是，这儿挺热闹的。 你从来不逛街的，怎么今天突然间想起来逛街呢？我给我一个女朋友去看看有什么东西。正好，我也想跟我女朋友买两件时装回去，一会儿麻烦来欣姐帮我试一试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知道吗？ 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老伴儿，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干什么呀？还这么清静人呢？都出去了。出去了，干什么去了？跟着我和汉生给虎子践行，哥四个说是出去喝酒。哎呀，践行就不能在家里啊，还那冤枉钱。这虎子说了，在外面清静。 这在家里不是怕爱红闹吗？哎，他人呢？虎子刚走不一会儿，他也出去了。
今儿呢，咱们在这儿给小哥饯行，祝小哥一路平安，一路顺风啊！来，干了，干了，好，干了。啊。嗯，酒还可以啊。哎呀，哎，吃菜吃菜。大哥，我今天见到兰心了。兰心回来了，是不是跟个男的？你们知道，不是小哥，这事儿吧，我没想有意瞒你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你说。兰心姐她那什么，虎子，我们真的不是有意瞒着你，跟着也是好意，他是怕这事儿你知道吧，对你打击太大。有啥打击啊？没打击。虎子，看开点儿。我没事儿，大哥。他能有好的归宿，我也替他高兴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小哥这么优秀，是不是？那到了深圳，改革开放的前沿呢，那是。好姑娘有的是，哼。虎子，到了深圳以后好好干。这个俗话不是说，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吗？是不是？就是，虎子。其实兰心这么做呢，也无可厚非，毕竟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对吧？说完了吗？你们是给我送行吗？哟，可不是呗！你说把正事都忘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吃菜吃菜，菜一会儿都凉了。来，来小哥，哎呀，这鱼可新鲜了，快吃啊！好酒，好酒，好酒，好酒！来，吃，吃。哎，看什么？哥几个，你们先吃着啊！我看见，我看见一熟人啊！等我啊，等我，我一会儿我就回来啊！你快点啊！知道，快点啊！哎，红，大嘴儿。两年多没见了，哎，你怎么混的一个人在这喝酒啊？要么滚蛋，要不然醉了陪我喝。我喝呀，我嘿，来来来，给我倒上，倒上。来，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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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这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你看呢？不怎么样。哎，那当初是你非得死乞白赖的要嫁给郭虎的，我说的什么来着？别高兴得太早，那日子指不定过成什么样了。哥说对了吧？哥说的没错吧？我给郭家当儿媳妇儿，我亏他们家了吗？我，爹，那好男人多了去了，你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啊？哼，吊死就一块吊死。啊，姐，说什么呢？说，嗯，倒酒倒酒。行，来来来，喝喝喝，不说那些了，来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人嘛，总要是落叶归根。海南，两年，那终究是别人的地，还是回来好。
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混得不错呀。哎，这人呢，哎，他总是要变的，你知道吧？怎么着啊？做大买卖了？小打小闹，搞个公司，对吧？准备建设一下家乡，回报社会。混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得照顾照顾老妹儿啊？我罗小峰是那忘本的人吗？哎，今天陪我喝好了，以后你就跟哥混啊！哎呀，我喝就喝，谁怕谁来来来来，喝。哎呀，你说这两年了，哎，你这小脸蛋还让粉扑扑的。哎呀，你看，跟那会儿一样。哎呀，真会聊天啊！来，赏你一个。啊，那我自己喝啊。快点，自己喝一个，快点，喝不喝？哎呀，红啊，你说你这风采啊，你还是不简单，你。快喝你！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哎呀，让开你，烦死了你！快快快，赶紧的。凤儿啊。那个咏叹调第二小节的时候不要太赶啊，待会儿排练的时候你给他们讲一下，好吧？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啊。好。啊好，大姐，姐夫，跟住。哎，跟住，又来我们团了。我现在都快成你们团人了。我看一下。团长找我谈点事。兰心。兰心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哦，回来出差，哦，正好顺路来看看你们。跟住你也在，这么巧啊！啊，兰姐回来了。啊，哦，上次你们结婚我错过了，不送给你们一个礼物，谢谢啊！谢谢谢谢啊，挺好的吧？啊，挺好的。你们呢？我们也挺好的。凤儿，嗯，兰心，要不然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坐坐吧？好啊。你有时间吗？我有时间啊，你们呢？啊，有，我们也有时间。啊，好啊，那走吧，走吧。好嘞，大姐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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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吧，姐姐，可以，你工作忙吗？有点忙。谢谢。兰心，我们差不多有两年没见了吧？是吧？有了。我看你状态还挺好的。是吗？混日子呗，像大哥大姐这样才让人羡慕。兰心。月月这次跟你回来了吗？我还挺想这孩子的。是啊，他都上小学了，跑来跑去不方便。啊，都上小学了，真快啊！真快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啊，应该会走吧。我这次回来是代表公司和原来的车队谈合作的。啊，他们那个车队我好像听说一些经营方面有些问题，现在有些举步维艰，对吧？是。和现在的市场好像有点不太适应。嗯嗯，哎，虎子当年进这个车队的时候，车队在临江还是数一数二的吧。兰心啊，你这次回来得待一段时间吧？啊，看吧，看这个事情谈得怎么样。嗯，别光说话，来喝点咖啡。嗯，兰心姐。你现在成家了吗？有月月在，我就有家呀。你现在跟月月一块儿过呢？怎么了？那跟你在一块儿那男的谁呀？啊？谁呀？就有一天，我在街上好像看见你了，完，旁边还有一男的，个儿挺高的。那张铁吧，他是我同事，我们一起回来谈合作的。闹半天同事啊！啊！哎，这把我吓得我一身冷汗，我还想到说这人也配不上兰心姐呀。跟着啊，喝咖啡，喝咖啡，喝咖啡啊。渴了，干了。哎，服务员，再来杯咖啡。
哎，你别着急忙慌啊！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哎呀，我挽救了你，你挽救谁呀？好好说话。哎，我挽救了你和兰心姐的感情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之前呢，都误会她了，那人根本就不是她男朋友，她现在还单身呢。 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自己说的呀，亲口说的，不但我听见了，大姐、大姐夫都听见了。小哥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放不下兰心姐，这2年多都过去了，她始终一个人。 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也放不下你。他这次回来不容易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留下来。可是，哎，行了，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就那艾红，你跟他有感情吗？你什么时候把他当过媳妇儿啊？可法律上这事儿……小哥，打住！你这么自己骗自己有意思吗？ 我觉得你这样对自己特别不公平。真的，赶紧离了，把兰心姐重新追回来。我耽误她这么多年，我真是不想再耽误她了。你现在这样才是耽误人家呢。她为什么回来呀？为什么一直不找？为什么一直不结婚？ 啊，你这一拍屁股走人了，去深圳了，他怎么办？你想过他的感受吗？真的，小哥，我觉得这次对于你来说，真的是个机会。如果你这次再错过了，那就真的永远错过了。不信是吧？ 你听我给你分析啊，我从头到尾给你捋啊。行了，第一，出去吧。我想静静。行，那你静静。好好静静啊。 哎，妈！你小哥呢？再不走，可就赶不上火车了。妈，我小哥这回可能不走了。啥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兰心。兰心。 兰心，喝茶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兰心啊，真是谢谢你啊！领导，你不能说谢谢的话。这件事情如果做成功了，对我们公司也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啊。嗯，兰心说的对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合作双赢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是啊是啊，不过这次得亏是你们公司出手，外面很多公司。 就像饿狼似的盯着我们，都指望着我们这头老水牛倒下，他们就一拥而上，把我们吃得干干净净。这么大的企业，可不能在我的手里中垮呀！不会的，有像杨队和您这样开明的领导，这么多能干的同事，车队不会垮的。唉，最重要的是有你呀，兰心。话说起来。 当年一直让你在下面的一个小小的调度员的岗位上，真是屈才呀，屈才了！哪里哪里，领导栽培。你看，蓝调度，人家现在是蓝总经理了。
人就是有水平，你看人说话。哎，来喝茶。哎，好。你这是要干嘛？走啊！上哪儿？去深圳啊！我算计这两天应该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胡子，想啥呢？没想啥。想去见兰心？见了说啥呀？可是不见又不甘心，对吧？实话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深圳真不去了？不去了。那你留下干嘛？车队工作都辞了。你真想跟兰心再续前缘？不知道。那你纠结什么呀？以前做事是雷厉风行，可不是现在这样的啊！你还记得你去苏阳接我的时候，咱哥俩在车上，你问我那么多话，当时我是支支吾吾的，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来。那个时候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可是你问了我一句话，就决定了我和老李的将来。我都不记得我说啥了。你问我爱不爱老李，我说爱，所以你就把我扔给老李自己开车走了。
这才促成了我们。今天大哥同样问你这句，你还爱兰心吗？哎，大哥，那个时候的你们跟我现在的情况不一样。你们那个时候可以毫无顾忌的爱，可是现在的我根本没有这个资格。我没有。可是你跟艾红的婚姻那是名存实亡的。我觉得吧，早晚得离。我低头把时光。